好，那接下来今天其实真的是一个出游的好天气，而且今天潮州很热闹，应该大家都是要去那个夜市吧，是吗？还是去玩的？对啊，那潮州对大概这几天在非常热闹而已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带来一首张惠妹《水蓝色眼泪》。不要停，对，再一次哦。哎，你还偷打，再一次。是。蓝色的圈才回了今天，这我的重量产生一些音乐。你走过来，触电随处飞溅，所有幻想遗忘于一瞬间。后每一天。像我细节却不能够停留，后每一天工作在黑暗中，去对拥被忘穿无穷虚空。Oh yeah， 我真的好累，为何不了解？ Oh baby， 我的世界已经瓦解，变成水的眼泪，是细水流的血，是天真的画面，所有水蓝色眼泪，快融成一片雪，让我的忧伤都灭。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，
接下来不要太嗨，是不是？手痛了，是不是？没事啊，你有女朋友啊，多操你一下，多在女朋友面前表现一下，对不对？男生都要这样嘛，是啊。Hello, 你来了，这是我的好朋友，对，你好，啊，啊，那刚刚已经唱了几首歌，四首了，那还有三首就可以收工了。好吧，那就来唱个，刚刚有唱过的，突然好想你，五月天。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，最怕